我们来做礼拜，我们先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祷告。天父阿爸，我们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荣耀你，来歌颂你，也来祈求你，主你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虽然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挫折，或许也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我们一并都带到天父阿爸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从你支取力量，我们要从你得到信心，我们要从你得到更多的恩典啊，与我们同在。前面的脚步，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过去的错误，我们做过去的犯错，求主你来赦免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迈开啊我们的脚步来跟随主。主带领，来感谢你啊！今天晚上我们跟弟兄姐妹携手到你面前，主我们的敬拜你啊，得到你的赞许，也得到啊你的啊认可，让我们每一个人带着破碎的心灵到你的面前，能够充满重新得力。主感谢你。今天晚上的聚会，你的荣耀降临在这当中，让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来经历你。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请 Judy 来放啊，今天晚上的啊 PowerPoint。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啊晚上的主题经文啊，我们的主题是你找对了人生次序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做那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却忽略了，做了老半天主做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列王记上八章哦，应该是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啊，这个我没有改过来，列王记上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好，来我们请放下一页，好，再下一页，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样记载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造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下一页，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下一章，倘若你和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下一页，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好啊，我们今天晚上主导文，我们请 Daniel 小朋友来带领我们来念主导文。
哎，开始的时候，我们我在的天天上上父，愿愿你你的的名名为圣，圣，愿愿你你的的国国降降临，愿你的旨临意于行地在地上，如如同同行行在在天天上。上，我愿们你日用怜的悯饮的食，心，今今日日赐赐给给我我们，们，免免我我们的们的债，债，如如同同我我们们每每人人的的债，债，不叫叫我们我为为一一切切试试探，探，救救我我们们脱脱离离邪邪恶，恶，因为国国度、度、权权柄、柄、荣荣耀，耀，全至是日你的，的，直直到到永永远。远。阿阿门。门。好，我们谢谢两位小朋友。阿门。接下来，我们请 Michael 弟兄来献诗。哎，麦克风没有开，Michael。好，开了。真是爱子，他名叫耶稣，他爱世人，一直宽恕，又舍生命，是我最得瑟。但那空分却能证明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至看。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甘甜，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更觉安慰，乃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明天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至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感谢主哈、啊，这首《因他活着》真的很棒的一首歌哈、啊。我们谢谢 Michael 弟兄。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从《列王记上》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来想，你找到人生的秩序了吗？我们请 Judy 来放 PowerPoint。从生日快乐那一天，我们出生的时候，是在大家的期待当中来出生，父母兄弟姐妹都希望我们有出息，能出人头地，最好是出将入相，上一页哈。而这些期待幻灭之后，我们才猛然觉醒，说哇哦，原来人生不过如此而已。等到年老，白发苍苍，只好选择出殡了。在人的力量没有办法阻挡之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很无奈的一直往前走，时光一去不回头。我们的出生，大家希望出席能出人头地，能出将入相，但是到最后大家都选择了出殡，结束了这一段的人生。我们的生活阶段有秩序，在母腹当中我们成型，后来逐渐长大成人，接着立业成家，到最后马到成功，每一个阶段慢慢的成熟，生活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9岁然后10岁，29岁然后30岁，
不可能十岁跳到三十岁。人生的阶段也有次序。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生活阶段 有次序，人生的阶段其实也有次序。我不晓得各位能够这样同意吗？有一些人他一生是基督徒，但当他到他死了，人家才说，哦，原来他是基督徒啊。为什么知道？因为他用基督教 的仪式来告别的啊。哇，他活着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一天他的一生，他的人生阶段里面他是一个基督徒，但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有没有？有。人们对他多么的陌生，原来他是基督徒。人生阶段当中有次序，当人找到他的信仰，就决定了他的价值观。这个人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就产生他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就影响他对事情的判断，然后就影响他的人生目标。他的人生目标定了之后，他就马上行动。人如果没有信仰，价值观会变来变去，他的次序，人生阶段次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中国人华文的里面，你看信仰，什么信？什么叫信仰？你信了之后就可以仰望，然后呢，什么叫信靠？你信了之后就可以靠他。信赖的，嘿，这一句话更漂亮。信了之后，你就可以赖皮的啦，就可以赖上他的啦。我们的喜怒哀乐就赖上赖皮他的，因为我们信了。人要找对一个次序。好，下一章，这个次序不是先找到人，而是先找到神，是对于神的。先有神，才有人。当你开始相信上帝的时候，就开始调整你一生的次序。有的人他还没有认识上帝，他人生是什么？人生以歼灭他人、控制他人、掌控别人为他的人生次序。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才知道耶稣说，哦，不是，你要爱人如己，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那这样子我不能再那么骄傲的，因为我要爱别人如同我那么骄傲是吗？不是。我要爱别人如同我自己看不起自己吗？不是。所以我要看别人如同看我自己一样，我要爱人如己，我要爱别人如爱我的上帝。因为我能够看到的人，我能够爱他，能够宝贝他，那我才能看成爱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人生的他一开始信上帝，他的人生一开始就马上调整了。他会想，什么是我的人生第一目标？我什么是我人生重要的期许？其实任何事情都有目标。例如别人可以没有做好，而你不一样，你一定要把它做好。为什么？因为你的人生是为上帝而活。你有你的人生目标，别人可以混，你却要在那个领域里面成为别人的帮助。你为什么会 乐做教会的义工啊？别人混日子而你不一样，别人交男女朋友是玩一玩啊。有一次啊，有一个这个记者他访问到一对男女，哎，你们结婚了吗？还没。那你们发生关系了吗？关系了啊。那你们这样子如果有孩子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个女朋友就说，哎呀，她说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就结婚。哎，这一句话会不会有问题啊？这一句话好像说啊，如果没有小孩我们就继续玩，玩到有小孩为止啊。万一都没有小孩我们就继续玩，是吗？人生他的目标，他这一份感情看似好玩，而感情的后面呢，必须蕴含正确的人生目标。因为人生的次序正确的，他的行动所做出来的才是正确。所以当目标决定了，
你就会产生行动，这样子才能显出你信仰的不同，信心的行为才会相称。下一页，你的价值观是不是清楚？上帝是不是你唯一的目标，或是很多众多目标当中唯一的选项而已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别人的看法，别人的评语对我很重要，但是当我们经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看重神的想法，会看重神所关心的，会关心看重神的看法。一个人决定自己的信仰，决定自己价值观的时候，才会决定有什么样的服事态度，他才会在他的工作上面坚韧的完成。很多人事情做一半，有一些官员啊，他可以眷恋权位就眷恋，不能眷恋的时候，他就马上改变他的原则。那这样子对基督徒来讲一点都不可取。好，下一页。那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说，我们的生命有次序，我们的人生阶段有次序，那我们的生活呢也有次序。基督徒的生活阶段，生活他的生命长进也是有次序的。这个次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想的就是先失去然后才得到。圣经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哎，这不是很奇怪吗？要救自己生命就上吊的生命，那为我上吊生命的就必得到生命，那不是很奇怪吗？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救或者要上吊。他说救自己生命的就上吊生命，为上帝上吊生命的就必得生命。哎，到底要救或反而变上吊，要把它上吊的反而变成得着。在这里说的就是你服侍上帝服侍人有什么损失呢？你失去的，上帝一定会让你有得着，而且得的更多。没有舍怎么有得呢？你要舍得。什么叫舍得？你没有舍哪会得？你如果手上有东西，我哪一个更重要的或者是更贵重的东西给你，那你手上哪一个不重要不贵重的东西，你要拿到我手上贵重的这个东西，那该怎么办？你不是要先把你手上的先舍掉，然后把我手上重要的或者是贵重的才拿到。所以你要舍才能得。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个先失去后得着意思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决定的到底你是老板或者上帝是老板。我们不能对老板说，哎，老板等我钱赚够了，我生活舒适了，我之后再来处理你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可能就被炒鱿鱼了。你必须先失去才会得着。所以我们生活的阶段，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是我们的老板，所以我们要先失去我们自己，先让老板得到满足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先失去然后得着。好，第二个，那得着够吗？得着不够，还要更丰盛哦。我们失去了自己，我们得到了，然后上帝说要让我们更丰盛。约翰福音说，主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好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喜欢抽奖，哇，年终啦、尾牙啦、吃年夜饭啦，这个老板哇，他就会请客啊，然后我们今天要
抽一部电视机，哇，不得了，30年前、40年前、啊、小孩子跟着爸爸妈妈 去参加这个尾牙、啊、这个年夜饭、啊、老板请客，还有抽奖，抽这个电视头奖，这个是电视机，哇，很高兴，抽奖抽到电视机，回家一看发现，哇，只是黑白的，虽然有30寸那么大，但它不是彩色的。这个是得着的啦，但是没有得着的更丰盛。主耶稣说他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怎样？更丰盛。弟兄姐妹，我们先失去我们自己的主权，然后我们就得到上帝，而我们得到上帝之后，上帝他就要给我们更加丰盛。好，下一页。然后呢，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活阶段里面有这样的次序。刚才我们说先失去然后得着，再来呢，先得着然后得到丰盛，再来就是我们要先有上帝的同在，然后才侍奉来。马可福音3:14说，耶稣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你会发现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本是上帝，降世为人，在地上取名耶稣，他设立12个门徒，首先怎样？要他们常和耶稣自己同在，然后呢，差他们去传福音、啊、差他们去传道。这是马可福音3:14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去传福音，也好先在耶稣基督旁边跟耶稣基督同在。换句话说，很多人都有服事，但却没有上帝的同在，那种服事会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肤浅。其实我们的服事需要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要服事，才知道能力的来源在哪里，才会经历到上帝，才知道我们的天父阿爸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然后第四个呢，我们先失去后得着，我们 先得着后丰盛，然后我们先同在，上帝的同在后服事。这里面最重要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先谦卑，然后才会有尊荣。箴言第15:33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先有谦卑然后才有尊荣。如果你想逆向操作，不可能，也无益于你生命的长进。我们要先谦卑，生命长进之后，我们的服事才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尊荣。生活有次序，人生有次序，生命的长进也有次序。传道书3:1说，凡事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为何定期？为何定时？因为一切都掌握在天父阿爸的手里，有一位高于万事万物的上帝。好，下一页。你找对了你生命中的次序了吗？你所信的是可有可无的吗？如果只有生命而其他什么都没有，你会很快就发现生命真的非常的乏味。如果你发现上帝是你唯一，你的唯一，是独一无二的，那你的一生才会有意义，否则你就会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要让人生有意义，就好像你
以前我们还没有 COVID-19 的时候，我们从家里走到教会，也要让这个要到教会参加礼拜的这件事情有意义，见人微笑，说不定就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好印象。也许哪天每次看到你上教堂就啊这样子面带微笑的人，哎，后来他也因着你而信主了。或许附近的人都知道，那个矮矮的，那个高高的，那个瘦瘦的，那个胖胖的，那个小小的，或者那个大大的，或者那是干干的，或者是圆圆的啊，那个人就是基督徒了，那个人就是牧师了。在两边停满了路，而且残雪残到后来本来是四线道变成剩下一线道，窄路上面两个人会车。哎呀，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先倒车，让倒车都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社会太现实太暴力，光说没有用，最好是让人知道这个社会因着我们还是有爱，还是有人愿意主动退让。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因着基督徒，因着基督徒的每一个行动都产生了生命的意义。你决定正确的信仰没有错，你就可以选择服侍耶稣，愿意为耶稣舍己。因为你的价值观跟别人不同，可能一样做生意，一样经营，一样获利，但你不是跟别人一样以牟利谋取利益为首要目标，你会想到做什么才能给混乱的社会带来影响。人家浑水摸鱼一斤十六两，你不会以一斤十五两就把它东西卖出去的，你会非常正直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唯有超越自己去爱人，执着在神的次序上面，才能让人从心里感受到，哇，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他们的上帝才是主，我们这样才会影响别人。所以记得先失去后得着，先得着后丰盛，先同在后服侍，先谦卑后尊荣。下一页，刚才第一大点我们有说万物都有次序，第二大点我们就要回来刚才我们所念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啊所谈的，让我们想到第二大点，祭坛胜过祭物。我们常常会决定用自己的方法，自己啊的次序去取代上帝在我们一生的计划，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自己认为最主要的而代替的天父阿爸的旨意。请问如此一来谁吃亏？绝对不是上帝，一定是我们自己。下一页，刚才所念的第九章第一节当中有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这个愿意就是欢喜了，这有一种有意思的想法，说出了人的软弱跟人的有限。他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欢喜建造的都完毕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以人的喜好喜好，以人的喜欢，以人的看法去代替了。他说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就是并一切
人所喜欢的建造的都完毕了。人大部分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于爱上帝。我们愿意的我们就做得很高兴，不愿意做的或是不喜欢做的，或许打死也不喜欢做，也不愿意做，只是上帝晓得我们，对人而言我们做了，但是在上帝的看法里面我们却还没有完成。好，下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就两次，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就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的一样。人做人的，告诉你，人做完了，神还是有意见。所以耶和华两次向所罗门显现，先前那一次是在基遍献祭完毕，在梦境之中耶和华显现，第二次在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建殿完成的时候来显现。看出来没有，神总是在献祭完之后才显现，总是在建殿完成，就是说我们献殿的感恩礼拜完成之后，上帝他才说话。换句话说，人如果只顾着应付生活的忙乱，怎么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呢？所以上帝他总是在人安静的时候向人说话，包括他亲自显现。所以先知以利亚他在加密山，加密山牧师跟师母有去过，他在一座很大的山上，那个加密山上，他这个先知以利亚他都大战400位的巴利假先知，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当他这样子哇，这个威吓显赫，他的功业彪炳，那个时候他在这个加密山上，他们求他们的神，求他们的巴利神。在加密山上以利亚他就跟这些 假先知在那边斗法，他们就在那边哇求啊求啊求他们巴利的巴利假神，400位的先知在那边求，从早上求到傍晚求不来。结果这个以利亚先知就说，哎呀，你们的这个假神在睡觉啦，大声一点啦，快啦。后来以利亚说，你们没有办法是不是，好换我来。以利亚就叫他们说，你就在旁边这个祭坛旁边挖了水沟，上面倒满了那个水，也把这个祭物全部都倒湿了。结果以利亚求上帝，上帝从天降火下来，把祭物烧了，就接纳到天上去了。结果这400位巴利人家一看这是假先知，就一进把他们杀死。哇，你看这个时候多风光啊，以利亚这时候上帝都没有显现向他说话，他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后来这个王后耶洗别他就很生气，你杀死了我这一些先知，好，我要追杀你，我下达追杀令。哇，这个时候以利亚刹那之间他变成小老鼠一个，没有胆量的，他吓得腿软，躲到山洞里面不敢出来。上帝没有在他大显神通的时候显现跟以利亚说话，却在他失去掌声的时候向他说话。相信这个时候以利亚他不但听见上帝的说话，他也顺服了。他在风光伟业的时候，上帝说话他不一定听到，就算听到他也不一定听得下去。上帝选择在他软弱的时候安静的时候才向他显现。下一章列王记上第9章第3节，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言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上帝他都听见我们的祷告，上帝的眼看顾，上帝的心也在我们身上。上帝不是因为所罗门王献祭才听祷告，是因着所罗门王的心向着上帝，上帝听了祷告一样。所以上帝他看我们的心，就是这个祭坛过于我们所献的祭物。下一页，第九章第四节，所罗门王他遵行上帝的吩咐，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神盼望他所做的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回顾到列王记上的三章十四节，可以发现其实那一段跟这个第九章第四节几乎是一样的。他看中的是人在祭坛上面的心智远胜于我们所做的。神在献祭的时候没有说话，献完祭的时候才向人说话。他的次序是什么？先是祭坛，然后才是祭物。你一生的祭坛在哪里呢？祭坛决定你要做什么。有一个姐妹她说，哎呀，我在教会什么都不会做，我只会打扫教会。其实教会就是上帝的家，上帝的家是上帝的最爱，也应该是我们的最爱，是我们人生重要的次序。上帝看见一切你为他做的，就像刚才的圣经所说的第九章第三节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常在那里。神的心神的眼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重视祭物，却忽略了祭坛在哪里。祭坛可以决定人生的方向。好，来下一页，再下一页，好，在我们的历史史记，有一本史记，他曾经记载楚庄王他非常的爱马，为他的马穿上华丽绣衣，为他的马建造华丽的棚子，哇，地也铺上了席子，马吃的草料还有藻类肉脯，吃的住的都比人还要享受。看起来相当不错，可惜这匹马日久没有运动，身体越来越肥胖，最后无疾而终，死掉了。楚庄王非常哀痛，下令群臣举哀，殓以最好的棺木，这个殓就是这个入殓，用最好的棺木让这个这匹马就好像大夫的这个厚礼来厚葬。哇，所有的这个大臣都认为，哇，国王啊，楚庄王啊，不可以啊，据理力争。哇，这个楚庄王非常的不高兴，所以盛怒之下马上下诏，凡是因为马的这件事情再来进谏言的，我就让他死。哇，引来全国哗然，全国大家进口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说话了。这时候楚国的一个名演员叫做幽梦，他就来求觐见楚庄王，还没有大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达这个宫殿的时候，就放声大哭啊。这个楚庄王问，哎呀，幽梦幽梦，你为什么这么难过伤心啊？幽梦就回答说，皇上的爱马死了，堂堂楚国怎么只能用大夫葬礼来对待他呢？太寒酸太寒酸了，
最好是以国王君王之礼 来埋葬他才对啊。楚庄王发现哇，好不容易有人跟他这个言谈投机，因为本来要用这个大夫的这个丧礼葬礼来厚葬啊，大家都说不行不行，只有这个幽梦他说哇，这个不只要用大夫的葬礼来对待，这个最好是要用国王的丧礼来对待他才对。哇，这个楚庄王很高兴说嗯，这个时候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他言谈投机，就笑着问他说哎，那你说该怎么埋葬这一匹马。幽梦说外观啊，这个棺材的外面要用玉雕琢来制作，内棺就是棺材的里面用木头制作雕刻，全国工兵协助开挖坟墓，老老少少一同搬土，楚国、齐国、韩国、魏国这一些众诸侯都要到啊，把这个马啊入室太庙，封是万户土地作为祭田，使外国人都知道哇，我们楚庄王大王亲见人而看重牲畜的诚意。哇，你知道吗，这在损他，说你都 不重视人啦，都看重这个牲畜，可见你对这个牲畜的这个诚意大过于人，这个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使外国人都知道。这个时候楚庄王他听了之后恍然大悟，猛然梦回惊醒，回答幽梦说先生啊，寡人知罪了，以后就草草了事，给这匹马埋葬了。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人若执着在某件事的时候，很多行为常常是不可理喻的，不只听不见人说的话，更听不到上帝说的话。下一章，其实上帝是会向我们说话的。如果你到今天都还没有听过上帝对你讲话，如果你都还没有听过上帝对你讲话，很抱歉，牧师要提醒，到底是不是因为你都听人的话，听一些不一定很真实的媒体的话，所以听不到上帝对你讲话？上帝一定会讲话，因为上帝还活着。我不晓得你相信吗？上帝活着，他一定会讲话。那他会讲话，为什么他今天还，我还没有听到他讲过话？因为我逼得上帝要成为一个哑巴，上帝要讲话说你给我住嘴，你的话都已经圣经写完了，都已经圣经讲完了，你不准再讲话，你现在都讲话都是异端。请问除了圣经之外，上帝今天不讲话吗？上帝今天仍在说话。为什么使徒行传28章你看一看，28章写的就结束了吗？没有，我们今天还继续在写使徒行传第29章第30章。所以上帝他仍然会说话，还在跟你讲话，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就好像楚庄王他执着在某一件事的时候，很多行为常常是不可理喻的，听不见别人说话。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想，当所罗门王他献祭完，或者是以利亚先知他已经得胜结束之后，好像他们觉得能够为上帝 做一点什么像样的事情之后，上帝才向他们说话。其实上帝为什么当他们丰功伟业，当他们献祭，当他们献殿，
上帝当时没有对他们说话，是他们之后上帝才对他们说话。因为上帝看重你，比你所做的工业标品还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听过上帝向你说话，牧师真的要提醒我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今天要活着，我一定要听到你说话。好，第三大点，我们刚才第一大点有说到万事皆有次序。第二个，我们刚才说到祭坛胜过祭物。好，下一页，第三大点我们就要说圣徒胜过圣殿。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七节有说到，上帝连为几名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什么意思？这不是令人多么伤痛的吗？哇，所罗门王为上帝建造了这个分别为圣的殿，上帝说你们如果没有顺从我，不走我所喜悦的道路，我宁可舍弃这个圣殿，我不要。连人为他所建造的圣殿他都可以不顾，可见上帝看重人比圣殿还要重要的多。上帝希望我们分别为圣的心过于圣殿的建造。圣殿不是最重要的，就算是耶和华的殿，若是违背神的心意，他也要舍弃。所以第九章第八节下一页这么说，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即使再美再高的圣殿，在里头的人如果有问题，圣殿则前途仍然是堪虑。上帝注重的是圣殿里面的人。我们若不谨守神的律例典章，不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走出一条自由释放的道路，上帝虽然不一定把我们剪除，但是有可能把我们从他的灯台上面挪走我们的位置。如果我们不警醒在上帝面前，再大的荣耀也可能消失。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神要我们遵守律例典章去侍奉真的神。他其实要我们经历他自己，不是知道他自己，是真的去经历他自己。所谓的经历就是听到他说话，去看到他的医治，去经历他的医治，去经历他的释放，使外在的行为和里面的信心完全的相称。所以上帝看重什么呢？他看重祭坛过于祭物，看重圣徒过于圣殿。下一页，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九节，上帝同意让圣殿荒凉，无非是怎样？让人晓得，让人警戒。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改变社会病态，要改变社会治安，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过要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曾经和一个学佛的朋友谈话，他问道，哎，为什么有些事情你们基督徒做得到，而我们佛教徒做不到呢？为什么你们基督徒的自省能力那么强，我们做的和说的可以说是两回事？你们为什么必须那么诚实？为什么啊？什么因素促使你们面对自我？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无所不在，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上帝。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就容易任意妄为，你再怎么修行也是有限。人可以找到接近真理的途径，但是
你所找到的不是真理的本身、啊、我再说一次，人可以找到接近真理的途径，并不代表是真理的本身。下一页，生命当中谁对你最有影响力？是父母吗？是兄弟姐妹吗？是亲朋好友吗？是上人吗？是大师吗？是禅师吗？是法师吗？是牧师吗？有没有想过他们只是个有限的人，不是神？他们一切都是来自上帝。我们如果找错了源头，有时候会全盘皆输。上帝看重圣徒过于圣殿。你的次序找对了吗？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次序弄错了，免得转来转去一再落空。有时候我们忘记我们的祭坛是什么，神要我们分别为圣。当你走到那属世的人生目标，你有没有想到上帝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次序呢？曾经有一个念幼稚园大班的小朋友，有一个叔叔问他，你念大班之后，念小学，念中学，念大学，是吗？他说是啊。那一位问他的叔叔又说，那大学毕业以后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去美国留学念博士。叔叔又问他，那念完博士呢？这个大班的幼稚园说，我要去开计程车。为什么呢？这个小朋友说，因为开车每天这样开来开去很好玩啊。哎，你说不定会笑，我告诉你，其实人很多时候也是差不多。感谢上帝借着他的话让我们晓得，让我们警戒什么是我们当执着的，上帝是怎么样向你说话的。我有没有改变起初的爱心的呢？我在服事上有没有改变我的心智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执着都是次要的。我们常常在上帝的事情上说 sorry， 等一下，当我的事忙完再说吧。其实忙了半天的事情常常都只是次要的。下一章结论，请问你是要你自己当第一，或者是把上帝摆第一呢？上帝决然不愿意圣殿荒凉。上帝盼望我们的心随时警醒，上帝要我们完全归他所用。上帝更乐意我们跟他同工，共同得着永远的荣耀。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被提到天上，或者是复活与耶稣同作王，这是启示录说的。给主是得着主，给自己只是得着自己。弟兄姐妹，你要得着自己，或者是要得着上帝呢？我们当然是选择上帝。可能有人会笑你傻瓜，你怎么选择上帝？就算是傻瓜，我们也要当个快乐的傻瓜，因为时间会显明你的选择是对的。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生命的次序找到了，找对了，找对了生活的次序，找对了人生的次序，找对了生命的次序，免得我们糊涂过一生。我们不要破坏次序，因为破坏的次序会带来混乱，我们将会付上更多的代价而一无所得。我们低头祷告。好，我们请 Judy 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让我们知道先失去才能得着。当我们得着生命，主你说你要让我们夺得更丰富，
让我当我们得的更丰富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先有上帝你的同在，然后我们才有正确的侍奉。当我们侍奉达到高峰，或者是人人拍手的时候，主求你教导我们，我们先谦卑，然后得着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看祭坛胜过祭物，你看祭坛胜过圣殿。换句话说，你看中我们，看中我们的心意。主求你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把上帝你摆第一，因为天父阿爸，你是我们唯一的最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尊主为大，求你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